先生，这座启示，身体往下，手往上，把重量放下来，身体向浮起来，吐气，手下，头再抬高。再做两次，吸，到头顶，吐气，二，最后一次吸，慢慢的整个背鼓起来。气球做得更大，记得呼吸，一直一到六到头顶百会穴，吐气下来，肩膀沉，手肘沉，再继续下沉，手掌沉，到指尖。向下沉下去，手扶起来，吐气下来，我们复习一下之前呼吸的方式，吸，一，二，三，六到头顶，出气，七，八，九，接下来要蹲到脚底，七，膨胀到最大。沉下来，所有力量放松到脚底。沉下来过程尽量不要用力，用放松让身体降低。丹田吸，带起来。二。身体往后，手往前，吐气下来，二。
下来，先吸，膨胀到最大，感觉到手掌撑住了，抽气，沉下来，下来，从肩膀开始收起，全身的关节、肌肉的放松，落到脚底，吸气带起来。所以你先改变位置。手腹肌提起，手捧起来，下面的手撑开来，先坐原地。三，吸气到中间，到旁边吐气。吸，吐气。
肩部拉长，拉长，拉到最长，旋转，舌头靠近，吐气下来，三。背打开。十，祝福自己，也祝福大家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像这样子的。